怎么感觉？我感觉他要进来了。感觉它就是一个外环道这样吗？确定这边有路吗？有，我刚刚看到有人骑过去，说不定是这边管理员呢。一间外印宫庙坐落在知名庙宇旁，相传为附近发现的无主仙人。我们深入其中，却发现热闹的大庙旁居然有如此阴森的地方。费解的是，这样的地方居然还有人。确定是这里吗？确定啊，导航就是这里啊。大家都听过外阴宫，一定没有听过外阴宫公园。太刺激了吧。你确定这不是私人地吗？不是啊。我怎么感觉有点像私人地啊？是啊，这就是有点像那种工业地的那种外地上为什么会有石头？就是碎石。哎，真的有哎！没有了。啊，现在很多狗，完蛋了！这要怎么下去啊？很凶，放你边，他每一次看起来都超凶。这是确定可以下去的吗？我觉得还好。嗯，还是不要好了。看谁啊？阿伯，你在家呀？哎，我等下我来一下，我来一下了。哦。跟饲狗啦。哦。啊，饲只，我等下看咧。啊，这狗会咬人未啊？现在暂时未，你看心情啦。不是，你要帮我们把狗狗关起来。应该是。这全部都是他养的。没有，对啊。兄弟们。我怎么感觉？我感觉他要进来了。这感觉，你问阿佩，我们可不可以下去？阿伯，我若落去，红加袂？没啦，没啦，没。那你要照我？我会怕。靠！喂！不是，这个声音太高了。阿尼，我变落摇。阿尼，那热热热热。以前不要当白白卡。你那好人娘，好人娘，好人娘啊！没啊，没啊，这反正没钱不好啊，好人娘。这个庙，我是较早我来时阵无证明啊，有一个。像托着讲无，托着讲买啊遐大尔啦，一个囝仔啦，啊内底金藏啥，金刀啊也买无。哦哦，我知。有藏两块几块，我唔知啦。啊，反正放起来我就唔知啦，因为我唔借人啊。哦。那时我来这对伊也无吼，啊就将弄得得得个嘛，弄得得啊，得得啊，伊个藏藏内底。哎，在哪看来大爷？因为我去当阵伫网络顶关系，看到一个是，了后讲，这所在哦，叫，啊，落去做公园安尼啊，讲叫万义公园啊。啊，公园咧，才起伊也无什么当，就是啊。就是啊嘛。哎，就是，脱了公庙无，就是安尼啊。
过后啊，那些坑金刀啊，金刀的树坑过头，这个哎，一种正的新兴企业，他那是我来种的这个，那来的鸭子拿去回家。他人家是需要的啦，哦，那个他人家是需要的啦，嗯嗯，可啊，我是政府出没路的啦，那个可能天气原来，俺们参加什么干这活，俺们干起来，那起来活，过来活忙，天上还是，这是没有办法，我这个忙也在呀，嗯，哎，你那边有够吗？有，包包里面有。看着老伯自己餐风露宿，却还愿意养这些流浪狗，博爱精神令人敬佩，所以我决定萍水相逢尽点绵薄之力。于是我用身上仅剩的钱包了个红包给老伯。随便一年了，哎呀，后一年了，不会了，我等下来忙不下需要啊，不会的，你只要对他们没有敌意，他就不会这样。那阿贝。前往下一间庙。哇，超级无敌！我们这种漫游模式的拍庙，就是随机找一下那个什么在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庙去拍，是全程随机找庙，随机会不会遇到人，随机啊，找不找得到也是随机的。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处在一个要迷路快迷路，然后不知道有没有迷路状态，然后地图上面是说我们已经到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目标物。太亮了，此路不通。应公园，很特别的名字哦。对啊，第一次听到有万应公公园的。没错，它就是以一间万应宫做展开的一间公园。嗯，哦，照惯例，先上供。先上供。哇，你准备的金子都很好的。当然。你这个一条可以抵人家的一大箱。没错。品质必须得好，真的。我们重质不重量，真的。这真的一点点就抵人家一大堆了。先拜拜一下。对这种在地的神明，嗯，敬畏心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我们今天来介绍的这一间在地宫庙。它没有什么传奇色彩，嗯，但是也算蛮特殊的。对，上面这个碑石哦，嗯，它上面是有字的，但是后来风化了，时间久远的关系，上面的字就看不清楚。嗯，那主要榕树公司的拜这一颗，嗯，那可能是后来哦，在当地居民的传言之下是说，这个万应宫它存在的时间已经不可考，嗯，非常的久。那这一间情况特殊的万应宫。最特别的就是，各位有发现它前面有一个像牛奶罐的东西？对，
然后下面有一个红色的箱子。一般外阴宫我们都是拜那个牌，是那个叫什么石碑嘛？对。但是这一间不一样。它下面有一个红色的箱子，然后上面盖了一块红布。嗯。好，这间外阴宫的主人就在那个箱子里面。那以往我们都是会看到万应宫里面有一些这种金刀昂啊，就是瓮，然后把遗骸装在里面，那可能它外面还多造了一个这个红色的箱子，那它情况比较特殊的原因就是，一般，他们这种万应宫他们的先人的这些遗骸啊，它不会暴露在外面。就是为了要保存它，所以说它像这样子的供奉方式是蛮少见的。一般这样子的供奉方式都会发现在我们台湾嘉义地区会比较常见，就是可以看到先人的遗骸就在外面这样子。那其他地方它大部分都是庙后面再隔一个小房间，然后把先人的遗骸或者是那个瓮放在后面，然后前面就立一个牌位这样子拜。因为当时发现这一间很特别的庙的这个网友，他是在地人，他说我们这边的这间万应宫的供奉方式跟别地方的供奉方式有所不同，那盖了这间庙之后，他们也顺便就把这间庙盖成了一间公园。各位跟我来后面这边看，他后面这边感觉是有人在照顾的，就是感觉是白天来种菜之类的。对，他可能白天的时候是来这边就是管理这个园区，然后顺便照顾这个公园。然后这公园他后面就是这样子，他公园应该指的是这个外环的这个道路这边啊，看起来像公园这样子。那个该不会是公园的主人吧？那边有一间房子哎。像房子也像公寮的地方。公寮啦，公寮，铁皮屋。应该是他在照顾这个地方。管理员，因为听说这一间万应公庙，它是附近的大庙所管理的呢。虽然说它归附近的大庙所管，但是它也要有人为下去做保持啊。哦，那可能就是住在这边的这位村民，来管理的。现在这个单元可能是一个新的企划，就是我们所有的行程都是随机的，我们走到哪里就拍到哪里，没有目标，漫无目的，找到什么特别的庙我们就下来拍，对，随机的。反正我觉得很多的庙其实他们都大同小异啊。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且看且走且行且拍，可以拍一些当地的这种奇特的风景啊，还是奇特的这种风土民情也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一开始就被下马威，遇到阿伯，然后还被他的狗包围，对，我都还来不及介绍这个新的企划，就先被下马威。身为一个法师，车上随时有一点这个纸钱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带这个金子来，我们就不做烧的这个动作。因为除了符合时宜，再来就是庙有人管理。还有就是晚上烧金的话会有疑虑。在这边我们就不烧，我们供就好了。让管理者来烧。人家会觉得我们很奇怪啊，像刚刚有人散步走出来看到我们两个，然后吓到跑回去这样子。你刚刚有拍到吗？没有，没有。他们刚刚应该是在走过来，然后马上看到我们又走回去。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